又坏了。啊！拍一张。皇帝，死前有挣扎痕迹，指甲断裂，颈部有咬痕，快拍一张。皇帝啊，还有侧面也拍几张，还有背部，有大面积淤青，记一下。皇帝啊，皇帝啊。发生什么事了？又来了，大师！我的！快！这是我你！嗨，兄弟们，兄弟们！啊！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好了，冷静点，冷静！哎，哎，这个人抢了我的客人，还抢我们姑娘！啊！别这样，我们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这里没有什么你的我的，是大家的。这里肯定有什么误会，不如你们双方平分好不好？行，平分可以。去，这个镇子上所有的生意都是达马先生的，我们不要平分，我们要的是这里的全部，是全部，全部。好了，兄弟，大家都冷静一下，好好谈谈怎么解决。把这给我打！我们要不要管？别管了吧，太危险了。需要帮忙吗？需要。你是找不到路了吗？嗯。是啊，$1。好，不在那边，在这边。看看你做不清了。住手！这谁呀？维和警察执行任务，大家听我指挥，所有人住手，立刻，马上！给我打！住手！别打了！住手！别打了！都停下！别打了！别打了！住手！走，警长把你关起来！有人去指挥！别打了！停下！马上！别动！行了，今天到这儿。没有说的，回头再说。赶紧走，走。停手！别打了，我们走。你好，我是艾迪。啊，嗨，艾迪。你就是艾迪？你是？啊。我是来报道的，我叫杨小河。哦，来吧，带你四处转转。
看看吧。他怎么又吃？怎么样？看看吧，看看我们这里。刚才打架你？条件其实还挺不错的。所以我也没去。是吧？够刺激啊！我们有两辆警车，联合国给的，还是德国货，真挺激烈的，是吧？啊！哎，丁，哎，早安。这小伙子挺不错的，阿文，他做饭很好吃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收拾好。来吧，杨警官，这边是办公室。好了，各位，来开会了。开会了，开会了。走吧，走吧。好，来了，快点。看看吧，这办公室，你觉得怎么样？还可以吧？啊，还有，这个办公桌是你的，你就在这儿办公吧。哎，行了，我叫他们进来。哎，醒醒。好了，兄弟们，快点进来，开会了，开会了啊！别磨蹭了，快点，都快点！开会了，开会了啊！都别磨蹭了，快点！抱歉，不是故意的，快进来。好了，兄弟们，介绍一下，这是联合国维和总部派来的维和警察。就是我们的新任督导 ，Miss 啊，杨，姓杨啊，杨警官，杨警官是来帮助我们重建执法力量，打击恶性犯罪的。都人气嘛。好了，大家欢迎，来呀，鼓掌，欢迎欢迎。好，欢迎。哎，走点心。谢谢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小河，非常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我的搭档哈里森警官有上级交代的临时任务，任务结束后就会加入我们。我初来乍到，对当地情况还不够熟悉，但请大家放心，我一定竭尽所能帮助当地民众解决问题。我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好，欢迎啊，说得好。谢谢大家。这还不错吧？这就是警察局啊。对，以前的警察局爆炸了。这里是原来的自来水厂，房子大，结实。别闹了，快点东西堵上。把水龙头堵上，嘿，把物资收起来，快点换气。我来。啊，这个给我。好了，都别闹了，别闹了，都别散伙了，别玩了，干正事啊。物资水龙头，快点，快点。你干活，动快点！这边，来，再往前，哎，好了，可以了。你好，你好，我是世界粮食计划。你好。我们去帮你们搬进库吧。啊，不用了，他们搬就行。我来，放心，辛苦你们了。不是吧？哎，你跟我来吧。来了。我们都收拾半天了，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能放物资了。就在这儿。啊。哎，怎么样？地方还不错吧？怎么这么乱？地方大，架子也多。放东西。你们平时就是这么管理的？
啊？干嘛呢你们？你们怎么能随便拿物资呢？我走走走走。老大，物资到了，但是不发放。这个艾迪想吃毒食啊！啊，给！你现在马上派人过去。不用选老大，说是明天，明天就发放。明天？听说来了个中国女警察，她说明天发放。行了，走吧。好，那就明天吧。不错，我们下次约啊！大爷，大爷，进来吧，我带你转转。这里是采购的地方，这么多人呢。哎，早上好，伯弟。是菜场。这位是新来的杨警官。你好，杨警官。嗨。我们这里物产丰富，有很多热带水果。随便看看吧。艾迪。哎。来来来，加油啊！新来的杨警官。上。来，杨警官，来来来，杨警官，来来来，谢谢啊！我来看看啊！别拦我！你要一辈子做个小偷吗？啊！放开我！你敢在我的地盘偷钱？再见。好，去吧。啊！怎么还有个小不点的？这小子是犯什么事了吧？打了一桩好歹的，估计是。这么小。什么事都放到达利手上了，别管那么多了，把你哥叫过来。看看看看看，为了漂亮姑娘，快点。上上看，都放一边。走，怎么样？让开让开，走，后退后退，快点，别动别动，都站好了，别动。托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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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已经开始了，一般都是这个时间发放的。啊，都是我的人，这是会计，会算数，他是教师，我孩子跟他学认字。啊，还有他，是个厨子，咖喱红薯鸡块做得非常有名。好的。哎，杨警官。啊，对对对，杨警官，还有他。别看个子小啊，但是会武术，身体非常强壮，一个人能打好几个。知道了。厉害。这些人都是自愿来帮忙的。给。别急，大家都排队。
把每户人数都打出来。我的王子，别走啊！够了够了，大家不要急啊！快，太多人了，太晚了，还等不起了。不要急，先起点。都排好队。我要领物资，你刚才是不是领过了？哎，杨警官，刚才那个是叫堂兄同卵异父啊，不是，是双胞胎，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对，是吧？快走，快点，过来，走走走，你干嘛呀？你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啊？她是我老婆，别多管闲事儿。我们必须得把东西找回来。又发脾气了，这么好找？是啊。你想要怎么找回来？全民哄抢，法不责众。换个思路，反正东西也要发给他们，这样效率还更高了。今天这种状况，要么去把东西找回来，要么我上报你们渎职。杨警官，物质守恒。反正物资都在这个镇上，对不对，大家伙？啊，对，帕西说的对。昨天我在酒吧看到一个这么胖的舞女，她跳起来舞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让你等等等，哎，帕西，让你等等，大风了，哎，好了好了，停停停，站住，别动手，好了好了好了，秦城，哎，好了好了，都出去找吧，走吧走吧走吧，大家走吧，走吧，你跟我一块儿吧，哎。快快快！行行行，这些可以留下去吧。行，看看，你都过来，看看。上缴物资，这个，这个也收了。这个你不能拿走。还有这儿，你俩这个收了，全都没收。都别走，把东西交出来。快点！你姓什么叫就算了，这次别说我是，我都老花钱了，你交账出来吧！快点，过吧，带走。带他出去。出来！别跑！钱呢？钱呢？给我！
要给钱，不能不给钱。走开！行。啊啊啊啊你别动！你敢动我？谁呀、啊、你？放开我！找我谁吧你？放开我！把物资交上来，你听不懂吗？嗯，我的意思是他们听不见，他们是聋子。你来问。怎么回事？法西。有人在吗？拉卡，拉卡，有没有人在家？你爸妈在没在家？在。你有什么事吗？警察，警察。出来。出来。出来吧，快点。快点，拉开。怎么回事？你们发的，味道还不错。谢谢。我是问他的脸，他不听话，你可以问问他自己呀。我们走。等等，你要带他去哪儿？哎，这是我老婆，你凭什么带他走？别动，拉卡，别动。嘿，说你呢，啊？哎，你要带他去哪儿？我要带他去警察局验伤。我们走。啊，不行不行，好了，爸，冷静。跟我走，娜娜，别动，千万不要害怕，别动，不能带他走。阿姨警官，您给评评理。我打自己的老婆，又没打别人的，他凭什么？娜娜，你不用害怕他，跟我走吧，啊，走，你别碰他，放手，哎，把手松开。你，我告诉你，冷静，冷静，这是我老婆，我们非常恩爱。平时就喜欢互相按摩，你看，这是按摩留下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娜娜，没错，你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的，是按摩。嗯，跟你说了。你走。哎，好了好了，是这样的，提莫镇这里，流行一种按摩手法，叫什么来着？抓龙筋，对吧？对吧？我来演示给你看。哎，好久没练，有些生疏了，还要这样。是这样吧？对吧，拉卡？可以了，对吧？哎，看到了。就这样。是这样。还要这样，对吧，拉卡？对对，是是是。你都看到了吧？你看，只是按摩。走，娜娜，不用验伤了。不是这样的，娜娜，来吧，来吧，相信我，回去吧。走了，回去。已经没事了，走，走吧，回去吧。我们走。你刚才为什么帮那个男人？我不是帮他，我是帮那个女人。
那个男人把他打成那样，你还说你是帮他？你干脆杀了他，那才是帮他。在这个地方，很多人的老婆都是买来的，打女人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如果咱们刚才把那个男人抓起来的话，他回去只会变本加厉，最后受苦的只会是那个女人，还有他的两个孩子。所以你勾结混混监守自盗，是怕他们占不到便宜，去抢普通百姓的救济粮食是吗？收受商贩贿赂，做他们的保护伞，是怕领不到救济的百姓买不起高价的粮食而被饿死是吗？你带着所有的警察混吃等死，坐以待毙，你是怕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经不起法律的折腾，对吗？是，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但这地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杨警官，因为病重就只能等死吗？来吧，我们走。我听说在中国采用顺势疗法能让晚期癌症患者少受些罪，听我的，走吧，走吧，走吧。受了伤，现在就在医院。胡说！你这么说，以后谁还敢在他身边？我们不再给任何人管饭，你们要是准备好了，就回去通知你们的家人，每天给你们送饭。准备好的就留下，没有就走。没有粮食啊，那怎么生活？别走，走，快走。太欺负人了，这是。下次一定不能放过他。这件事绝不会这么简单。杨警官，我们这里不接待旅客。哎，带走！你们放开我，放开我！赶紧出来，快点出来！你们两个出来，带走！去，快点，出来，快点！那边，走，走，出来！你多大了？
23岁。裤子穿上。走吧。走。警官，哎，过来，混账东西！老板，那个中国女警察把我们的酒吧也查封了，人都被带走了。我要这边。下一把，下一把了。来来，开开开开开，快快快，上上上上上，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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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艾迪警官，您来了，今天不玩两手吗？啊？不了，我连续两天都没睡好，从你这儿回去，我得好好睡一觉。不要就走，快点。说真的，艾迪，那个女人到底要搞到什么时候？他到底要待多久啊？啊！输不起，输不起。来，最少六个月。六。来来来，艾迪，吃点西瓜。西瓜。我待六个月，那大家不是都没饭吃了？跟我一块，跟我一块啊！来来来。他多大了？可能是7岁、8岁。哎呀，谁知道呢？最近都老实点儿。要是能别干就别干了。那个艾迪警官，这个事情无论如何你都帮帮忙啊。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哎，叔叔叔叔快说。男人一样，用力，这样，等，来洗衣服啦，娜娜，这么晚了，这么早就到了，我家那个死鬼男人又去赌钱了。哎呀，你又管不了，别操心了，随他去吧。我先走了啊。他需要洗，快去找人，带下去。走走走。
就关十五天，这种人关十五年都改变不了。那我就再抓，就是让他知道作恶就是要接受惩罚的。可是杨警官，他老婆好像一点也不领你的那份情啊。哎，小公主们来喽！来了来了，慢点啊！把这扔了！哎，不能拿，不能拿啊！哎，还给我！去那边玩吧。出去，出去玩去！来来，孩子们，爸爸来陪你们，出去出去玩喽！哇，他老婆去世前。他可是镇上出了名的罪恶克星。好了，兄弟们，听我说，这是最近失踪人员的调查结果，主要是一些乞丐。给你。找找线索。知道打电话，我以为你让土著烤着吃了。你这个狠心的孩子！哎呦，这条件有限嘛，哪能天天打电话去？一周有没有一个？没有没有。怎么不说话呀？哦，还生我气呢？你说我那么多优点你不学，怎么就学会了臭脾气呢？啊？你少说两句。我说你这。
我脾气不好吗？你跟我爸身体怎么样？妈，你在那儿编什么呢？这个可是辟邪的宝贝，可以赶走庞蒂娜的。什么是庞蒂娜？庞蒂娜是提莫当地的一个吸血鬼传说，几十年就要出现那么一下子，专门附在女人的身上，靠吸取鲜血来维持永生，是不是很吓人呢？好吓人呢！送你一个，送我啦？是啊。哦，那谢谢你啊。不客气。小可爱们，我来了。小花姐姐，公主们，我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啊，房子很漂亮。真的吗？这不是房子，是城堡。是城堡，真城堡。非常好，好了，去收拾收拾，准备回家了。慢点啊。好。刘星先走吗？没有，你呢？没有。杨警官，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大家好，不过你的任期只有6个月而已。你离开以后，他们还会变回以前的生活状态，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更加残忍。但是他们可以选择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不是吗？不管怎么样，谢谢。这还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谢谢。哎呀，我说你们两个气氛不要搞得那么尴尬嘛，回家吃饭去，吃饭去啊，吃饭去。哎，宝贝们，爸爸，我们回去了。拜拜，跟小何姐姐说再见。再见。哟，这不是我们的艾迪警官吗？给我等着。谢谢。跟我来。这是哪儿啊？进来啊，来。来，哎，拿着，给。我看这字是写的什么呀？是吗？是吗？这好干净啊！这怎么说的？昨天就这样啊？这是说的我们。天啊！哦，真好。是啊，这里好好啊，是真好，真的漂亮。我喜欢这里，我好喜欢这里。我喜欢这里，我也喜欢。喜欢这里吗？喜欢，喜欢，喜欢，喜欢。这个床单好白啊！对呀，很干净。
谦虚。怎么会这样？快想办法呀，废物！干脆。他开始打孩子了，我去把他抓起来。没用的，他现在连孩子都打，你还护着他？我能来救助战吗？这边，这边，这边，真棒！下次你也去演。好，好，好！啊，谢谢你，杨警官。自从他们的妈妈走了以后，我已经很久没看见他们这么开心了。这是你第二次跟我说谢谢了。我真羡慕你，充满理想、无所畏惧的样子。只可惜。我可能回不去了。大家都在努力开始新的生活，你也是。战争已经结束了，有些伤口很快就能愈合，而有些伤口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的力量改变不了。娜娜都已经开始改变了，不是吗？他走不出自己的命运，我们每个人都是。娜娜，娜娜，玛卡，别闹了，你先回去吧。娜娜，我知道你在那儿。我跟你回去。走，你在这里，保护好他们。娜娜，出来，回去吧，他不会见你。娜娜，我可还你了。哎，快点，走，滚！你是自己走，还是我们动手？你找我自己了，你们凭什么管？回去。过来吧，孩子们，别怕，我们走。谢谢，走吧。让我过去，让我过去，让一让，请让一让，都回去吧，都闪开。怎么样？这两个人是之前报失踪的人，另外两个还不知道，不过看他们样子应该也是乞丐。初步判断，受害者应该是死于失血过多，记下。好，你来看一下这儿。那这咬痕，难道真的是吸血鬼？本宫要献祭
红色头发女人，快举手！ 是不是有一点像？这边还有，你再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症状。病症血卟啉症，惧怕光，吸血补充血红素。 竟然有这样的病，是的。我怀疑吸血案可能和这种病有关，说不定镇上有人患了血卟啉病，但是由于镇上缺乏专业的医疗救助，他们就采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也就是吸血，来缓解症状。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我们的医疗条件落后，不是不可能的。 抓走了我的家人，吸血鬼就在里面。又有同样的血痕，拍照记录一下。救助站里不安全。他的情况和之前的死者相同，应该是连续作案。看来他们是以乞丐作为主要目标，需要进行仔细筛查。 别去，冷静点！冷静点！放开！别过去！ 娜娜是不会再跟你回去的，拉卡！大家不要听他胡说，他把咱们的亲人骗到这里，就是为了吸他们的血。是你胡说，你在说谎！我没有说谎，我老婆娜娜就被你骗到了这里。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娜娜，大家冷静一下，你们都听我解释。我的小女儿，我的小女儿也失踪不见了。你，他们冲不走，拦住他们！不能这样，开门！ 大家不要怕。 我们这有这么多人在呢，他只有几颗子弹，今天不把我们的亲人救出来，我们的镇上还会不停的死人的，去抓着他，快抓着他，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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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等我来。地步，地步，你醒了。醒醒，你还好吗？起来，起来，来，醒醒。你还好吗？起来，起来，来，这边，这边，先坐下。这边，来，坐下。他们的命运，让他们自己来决定。没事，可以吧？没事，没事。你为什么抓走他？你把你钢环给我。娜娜，过来吧。
跟我回家。你干嘛，女儿啊？跟我回家。娜娜，过来吧，过来。娜娜，娜娜，你来。这里不安全啊。走吧，回家吧。你想和他回去吗？走吧，娜娜。回家吧。你是不想要你儿子了吗？孩子啊，回家吧。这里就是魔窟。我看见他那天晚上洗干了那个女人的血，他甚至还想抢走我的女儿。他就是吸血鬼庞蒂娜。他就是庞蒂娜。娜娜，过来我这里，和我回家。让开，咱们也回家吧。他，咱们也回家吧。算过了吧。他们都走开，让我回家。你看，来，走吧。没事吧？不行，赶紧回家了，快走，快走，回家了。走吧。没事。走吧。没事。好，我们走。撤吧。走吧。走。吃饭了没？吃了。到底怎么了？坚持不住了？没事儿，坚持不住了咱们就回家。没有。我就说嘛，我女儿不是那没头没尾的人。哎呀，还有就是七天宝贝就回家了。你妈现在每天都在跟别人吹牛，我女儿是维和警察，维护世界和平的警察。跟你们那些纨绔子弟啊、富二代啊，那可不是能比的。哎呀，你妈多久没这么开心？不跟你说了，我现在要去巡逻了。是个新来的维和警察，能成什么气候？回去去，我们又赚了一大笔。达马先生，这次多亏了你。谢谢。你很聪明，以后跟着我干吧。这是我的荣幸。
路。啊，走开走开。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话呢，听没听见？走开走开。是。你挡着车。让开让开。别玩了，让开。干嘛呢？好吧，那么杨警官在哪里？他赶去救我姐姐了，他说你一定会帮忙的，我要告诉所有人他是好人。在这等我。这里的主人把他交给我，我可以保证让你安全地离开这里。谢谢你，但是我的安全用不着你来保证。杨警官，你看啊，别冲动。杨警官，我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回去吧。请吧。抓住他们！救我！下一趟船一起卖了，去。
是。拦住他们！快！上！快去！你好吗？我还好，不要再跑不了了。谁？我认识你。你是埃及警官对吧？啊，这些钱都是你的，放我们走，放我们走。克斯蒂，我们走。
松林茂密，繁花对眼，翠竹成林，有温泉、古寺、幽洞、岩壑等胜景，是篱笆市的一颗明珠。指示，让我们特警大队配合行动。此次行动情况比较复杂，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维护社会和平稳定、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而战。一定要高标准的圆满完成此次任务。有没有信心？有。行动。北城区局里年度比武第一，擂台上怎么没见你们两个大男人啊？比武和实际作战可不一样，实际作战对耐力、来判断力的要求更加严格。你有没有本事还做了什么？不是嘴上说说。现在外围都是他们的，出不去怎么办？去不了外面，就干脆往里走。
大部队不是散了吗？你们怎么进来的？我们被打散了。你们侦查的怎么样？里面情况很复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先抓一个守卫，拷问一下情况。走。走。把该交代的交代了吧。你们不要太嚣张啊！你们是逃不掉的，马哥。我最讨厌别人浪费我时间了。我呢，擒拿手练得很好，我可以保持你这个姿势一直痛苦下去，而且骨头还稳。再给你一次机会，快说吧，别再遭罪了。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有什么方法可以离开这里？小树林旁边有条河，那有我们的船。把守的有几个人？三个。别管了，游客在哪里？游客在庄园第三条路口进去第二间房。很好。我们走。喂，你们干什么去？救人啊！救我们四个人，怎么救？那也得救啊！不行，太冒险了。你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我们被鄙视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跟上啊！这个风雨神。谢谢你们，谢谢。外国人？啊，是的，我在中国做生意七八年了，现在我中国的妻子一定很担心我。哦，对了，谢谢你们来营救大家。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你们在中国的领土，我们中国人民警察就有义务保证你们的安全。就算你走运，他们人都在外围，否则没那么容易。你的脑子上都知道了？你谁？出来！别开枪！别开枪！喂！
哎呦，还是个美女警察哦，跟大部队走散了。我们有船，美女。不走，夏大光，这么多群众交到你手里面了，别毛毛蹭蹭，连女人都不如，别让老子失望，跟老子滚，滚！还真会找时间，偏偏今天来找事儿。大哥，要不是正好今天遇到那帮人过来，恐怕兄弟们伤亡更惨重了。哼，那家伙要比我狠一百倍，这次出了岔子。
怕死吗？你是人民警察，为国捐躯，是我们的荣耀。 我说要举这的，你们怎么选了这个地方？我们选了那四公司嘛，吃大排档呢，觉得满舒服。不是真的，想好好的感谢你们的。不一样，这家呀味道真的不错，不比那些酒店差。哟，原来你们两个也有意见一致的时候啊。哟，我还以为你俩八辈子呢。 那只能证明他眼光难得的好。哎呀，我的眼光一向都不差呢，这是搞兵部新人，想想千万倍。管不是吧？这你要管？我也是你认不得的乱八，我要孝顺是那么兔崽子。不是，喂，喂，跑了吗？哎，别管他，他最爱做管闲事，我们是我们的。刚正不阿，习惯了。 算了吧，报告，进来，林局，这是市局的陈队，你好，陈队，你好。 接三局命令，向各分局抽调优秀骨干，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其中，我们分局就由你和林倩。希望你们代表分局赢得荣耀，马上回去准备明天报道。是。报告，进来。你们都是这次选拔出来最为优秀的。 为什么？他身上那股王霸之气，和这一百米的人秀道，还怎么接近目标啊？那你想我怎么办？你必须穿着那种高雅、性感、美丽的着装，这样的话，男人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荷尔蒙身上，就不会厌烦你那股王霸之气喽。说谁王八的你？郑定了啊！林倩、肖薇，到，给你们三个小时时间，就把他打造成网络上说的宅男女神形象。 是，保证完成任务。这回你可栽到我手上了。
那是我的老家。好了，文姨，人介意我跟你一桌吗？请便。谢谢。那边那个女人呢？走了。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你一点长进没有吗？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务必帮我联系到这个人。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他，而且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要见到这个人，明白吗？好，我尽力。不是尽力啊，是一定。OK。是。Enjoy。爸爸，进来。没人上钩了。是啊，咱们薛大美女的王霸之气，那可是无人能挡的。没人说话也没带人起来吧？今晚你就以为金森写个人传记的名义去采访他，没问题。定伟、姜薇，你们俩去准备一下，过一会儿去换夏大宽和林倩的班。是。不是，我呢？你就准备好扮演金森情敌的角色。该你上场就上场，啊。是。子彤，我好羡慕你啊！你负责貌美如花就好了，而我，需要这笨蛋演情侣。喂，我哪里不好了？你们尤俊凡聪明，又没丁伟能打，你有什么用啊？至少我帅啊！哎，你有没有车损啊？
终于清静了。哎，你俩愣着干嘛？还不赶快行动？是。是。哎，嗨，哎呀，徐大作家，幸会幸会幸会，久仰您的大名。您太客气了。啊，像您这么优雅的女士，在我这个地方谈事的话，会不会有点显得太过于枯燥了？啊，不会。我请您喝杯咖啡吧，要不然。哦，不用了，我不太喜欢把生活和工作搅在一块儿。啊，酷啊，坐吧。我给您倒杯水吧。凭什么他就在那儿被人宠着，我就在这儿忍饥挨饿呀？别啰嗦了，你要是愿意去做变性手术，我二话不说让你和梓潼对调身份。当我什么都没说完。啊，累死了，这装的太雷型了。今天表现不错，论演技你可是我的教官。每次看到那伙伪君子的模样，我都想一巴掌呼死他。是吗？我看有些人啊，耳聊挺欢的嘛。但是本姑娘演技好，她没事一准拿给我。很好，今晚早点休息，明天继续。来，吃点东西吧。这次真的是辛苦徐小姐了，然后你再来一趟。我是觉得昨天，咱们聊的东西有一些地方需要再改进一下。OK 啊，没关系，您讲。啊，那今天咱们就再细化一下，再深入的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好吧？My, it's bullshit. 金先生，您有事吗？啊，那这样的，徐小姐，我确实有一些事情，我需要离开一下。这样吧，我让我的秘书阿雪陪你在我们公司附近去转一转，今天所有的消费我们来买单，好吧？啊，不用了，不用了，太客气。徐小姐，我先走了，咱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南浩姐，您坐吧。怎么，你也有事啊？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就是有一个事情要跟您商量一下。OK。嗯，您的投款稿费还没有接下来，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因为公司财务这边一直压着。没关系啊，这个可以慢慢给。真的是谢谢您的理解。财务部压着，这么蹩脚的理由都用得上，这个阿雪是有多缺钱啊？就是，金森这么财大气粗的样，恨不得把钱直接砸祖宗脸上，怎么可能让敌人压？查这个阿雪。是。是。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好。
喂，你好。你们还要我怎样？好，我知道了。小姐，就是我现在有一件很急的事情，可能要先离开一下。嗯，好的，就是麻烦你自己去吃饭，好吗？好，那我就先走了。你先忙啊，哎，好，改天见。拜。喂，紫藤，这个阿雪果然有问题，她的丈夫是个瘾君子，被关进了戒毒所，因为吸毒欠下了一大笔债，经常有人来家里催债。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人找上门了？对，而且阵势还挺大，四个大汉正在他家砸东西，这帮混蛋。子彤，你想干什么？别忘了你的任务。我别过去看看，阿雪是今天的助手，从他切入的话，一定能找出不少东西。对吧？我把阿雪家的地址发给你，你赶快带人过去看看，以防出现意外。明白。别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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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放下那个孩子！你放肆！别过来！孩子！娘！娘！不要！啊！张姐！张姐！
欢迎，我等你很久了。有意思，这是你的棋。有何高见？借我一用。我手上的货的价值可不小啊。用的真货牺牲换我的货出城，代价100倍。哦，真没见，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雇主来说，这不算什么。啊，看来你的雇主所图的可不小啊。听上去稳赚不赔。成交吗？哦，当然。你吓死我了！你总算醒了。队长，没事吧？我没有暴露吧？放心吧，我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而且阿雪已经被我们隔离保护起来了，金森应该找不到她。那就好，你现在好好安心养伤，金森那边有俊凡和大狂盯着呢。啊，注意情绪，随机应变。喂，屈小姐，真是抱歉呢、啊，我的秘书阿雪是不是抛下你不管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事。哦，对了，屈小姐，我想麻烦您一件事情。嗯，您说。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在他的别墅要举办一个私人的舞会 party， 本来我的舞伴是我的秘书阿雪的，但现在她消失了，我一时间也找不到人代替。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能陪我去吗？嗯，好，荣幸之至。好，那我把地址发给你，静候你们的大驾光临。好，明天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去执行任务？医生说你失血过多。哎呀，一点小伤，舞会嘛，总剩一醉人，总能问出些什么，对吧？那我就扮成服务生进去接应你。好。
那个先生也认识我们的徐小姐？这位小姐，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可能是在杂志上吧。啊，我们的徐小姐是《鬼猎人生》杂志社的专栏作家。哦，原来是这样。许夫人，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连城开发区的一个项目？当然可以。OK。先过去。锦州。徐警官，你们是在办案吧？嗯，谢谢配合。今天犯事了？哦，原来这样，那我就不方便打听了。不过，我可以帮到你。等一下我把他灌醉了，你可要把握好机会呀。演戏演全套吧。哇哦，小姐，今天你的打扮真的是美得不可方物啊。嗯，多谢麦克先生夸奖。小姐，我先失陪一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姐一会儿玩个大的，你机灵点，及时来救我。啊！哎，徐小姐。哎。徐小姐。喝得开心吗？徐小姐今天漂不漂亮？嗯，太漂亮。哎，徐小姐。不要开我玩笑啊，你们才帅。哎，小心小心。小心。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徐小姐写好人呢，她还真敢这么。先生，今天特别开心。麦克先生，我有点不太想酒，我一点点，您随意。好吧，好好好。嗯。嗯。好酒。哦，就是那样，那么简单。我有点疲惫呢。徐小姐，我脸上休息一下。麦克先生，您随意。慢一点。你说你酒量不好，就不要喝这么多嘛。啊，坚持一下。就是这里了。来，我扶你进去。对，就是这儿。哎，小心一点。哎，到了到了。哎，当心当心，走。怎么样，徐小姐？今天玩的还开心吗？开心啊！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我去，玩这么大？只要你以后愿意跟着我，我保证每一天都会像今天这样开心。金先生，您这话有点……徐小姐，我是一个卖的，对吗？我知道，还是我懂自己。啊？啊！不，徐小姐，哎，徐小姐，您误会了。徐小姐，你误会我了。啊，我是说我
我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要出去一趟，有一个大的项目要谈呢，所以我怕我回来之后你被别人追到手了，那我回来之后岂不是后悔莫及吗？什么项目啊？要您这么大的一个高管亲自去？要去，这么大的项目，您要亲自去嘛，不能马虎。一旦马虎了，那就是万丈深渊了。这么严重啊？对。啊，咱们不聊这个了，不聊这个了啊，聊一聊啊比较深入的话题。哎，有老鼠！哪里有老鼠？哎呀，好大一只！我最怕老鼠了。不要怕，我在。我最怕老鼠。我在这儿呢，就我在这儿，不要。不行不行，我待不住了。哎呀，金先生，我们改天见啊。啊，徐小姐，徐小姐，小姐，好大一只老鼠啊！你真的好恶心。我没有喝醉，你看。看我这里怎么会有老鼠？有人敲门，你先。谁呀？谁呀？阿凯有急事呢。哎，干嘛？哦，金先生，李董请您下去致辞。我知道了，下去。走。我们改天再见啊。徐小姐，哎，不是，我说，真的，改天你把老鼠呢灭掉了，我再过来，对吧？改天再来嘛。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嗯。我冒昧的问一句，我们可不可以以一种西方的礼仪方式道别呢？可以啊，你先闭上眼睛。啊，这么刺激。嗯。好啊。哥们儿，你这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呢！笑死我了，他的牺牲也太大了吧！徐小姐后悔药期，拜拜。梓潼，想办法知道金森的具体出货时间。徐警官，你有什么话就直接问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您对中国文化也挺有研究的嘛。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我们企业家也是这种心态。看来我回去啊得为您定制一面锦旗了。梓潼，我们是朋友不是吗？你有什么话直接问吧。金森说他最近要出去一次，你知道具体时间吗？这个你得问我太太，我太太跟他的关系比较好。行，那就麻烦您问一下，谢谢支持。报告，进来。我得到消息，金森两天后下午一点会带他的货出城。太棒了，陈队。嗯，这是国际刑警那边传来的资料，据消息，嫌疑人已经进入境内。好的，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来，咱们接着聊。陈队，我有一个提议。说。梓潼他伤还没好，两天后的行动他就别参加了吧。你什么意思啊你？我是为你好，我辛辛苦苦收集来的资料，最后是王人家甩派我，想都别想。得了得了，你是功臣，我投降，都听你的。好了好了，别吵了，准备开始行动，两天后收网。是。是。米娅。
也上钩了。还不算，那诱饵还没真正抛出去。已经出城了，应该安全，要不先休息一下。小心驶得万年船。是。出来看看，快！冒冒冒冒冒！有警察！It's very hard. Xu 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啊！别废话，带走。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们还感谢您呢。要不是您提供了金森的准确出行时间，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对啊 ，DIT 一半的联络网都被我们挖出来了。对对对，我们还要感谢您太太，是她提供的准确信息呢。迈克先生，您怎么了？我怀疑我太太，我怀疑她才是幕后的真正黑手。什么？可是金森的信息是您太太提供的呀。金森只不过是他搬起的一个棋子，目的就是为了引出他的真正行动。这可开不得玩笑啊！你有什么证据吗？这个是我收集到的所有证据，你们看了以后就会明白。迈克先生，您是认真的？迈克先生，就算您太太是真的幕后黑手，您为什么要揭发她呀？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是我对中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不允许她践踏中国社会的尊严，残害那么多无辜生命。艾口先生，您放心，只要您说的属实，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幕后黑手一定逃不掉的。我已经核实过了，这个 U 盘资料属实，这个许慧有可能还真的是 DIT 的掌舵人，真是想不到，隐藏得太深了。那么 Michael 先生所说的大行动是真的，境外五大毒枭巨头真的要聚首？对，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大了，我马上联系上级单位申请进行联合行动，如果咱们这次计划能成功，就能一举断掉五大贩毒团伙，那么境外的贩毒行为至少在十年内会下降不止一个层级。我请求参加行动。不行，这件事情你没得商量，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安心养好你的身体。可是旭子同志，请你相信你的战友。是。稍吧，你们的幕后老板是不是叫许慧？啊，哎呀，这个我得好好的想一想，回忆一下啊，回忆一下。应该是叫啊，我凭什么告诉你们呢？金森，你最好老实点，把该交代都交代了吧，没必要浪费大家时间。哎呀，我这个罪横竖都是死，我还怕浪费时间吗？啊，警官，我劝你们一句啊，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你们最好还是趁早把我送回我的国家，我只接受我们国家的审判。你在中国的领土上犯罪，就得接受中国的法律制裁。中国人民警察有权利，也有能力。一切危害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OK， 那你们枪毙我了。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警官，我死了，你们所有人都会成为我的陪葬品。所有人，一个都跑不了！这还什么？
哎，麦克又做好事，全公司集体放假，免费出去旅游，大老板就是好气。哎，怎么了？知道。嗯。我觉得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说人话。我觉得金森在骗我们，而且 Michael 也不对劲儿。你在想什么呢？金森一开始就是 Michael 提供的线索，许慧也是他举报的，而且他就是我们这的人质之一，他怎么可能有问题？万一这一切都是假象，不是他伪装的呢？许慧的事情你证据确凿了，根本就不可能有假。万一这一切都是他抛出的很大的诱饵呢？什么事情让他抛出那么大的诱饵？放出他的势力。你好好回想一下。我先归队了。谢谢你们。谢谢，我是真的想好好的感谢你们的。这么漂亮的小姐，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位小姐，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我怀疑我太太，我怀疑她才是幕后的真正黑手。太巧了。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而且局里的警力这次全部调往联合行动中了，那就我们自己查。我去接你。好。上车。你们怎么来了？子通，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就是，这种事儿怎么少得了我们？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我脸上的疤还要和他们好好算算呢。谢谢你们。你不用谢任何人，我们也不用谢你，因为。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走了，走。想进来。为了以防万一，我要加个保险，知道该怎么做。我在监视中听他们提到，货已到化工厂，尽快安排出城。化工厂？哪里的化工厂？据我了解 ，Michael 公司旗下就有一家废弃的化工厂，只不过比较偏远。大概需要一天车程，应该就是那里。好，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安全，我们马上回局里向省级申请，全副武装，严于侦查。还有什么意见吗？我没意见。你呢？就按你说的办。行动吧。走。
我们现在已经在迈克尔公司旗下就有一架废弃的华工厂进宽班。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粗暴的估计了一下，敌方守卫加起来，估计五六十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可能在不经冬任何时候的情况下找到迈克尔真正想要运送的货物。那怎么办？我有办法。 制高点，11点钟方向发现迷敌人，12点钟方向发现迷敌人防守，一次目标地点，一队占领制高点，2队到达伏击位置，3队原地警戒，行动。
我打不开这个箱子。天哪，这是冷盘把他试剂的。看来就是这些了，我立刻联系陈队。我们已经发现 Michael 的物品了，怎么回事？徐慧其实只是 Michael 推出来的替死鬼，他每天正在练新的货物。什么？陈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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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队！准备埋头。看了，没用的。我们会战斗到底的。是吗？给你们看点东西。这些人很荣幸地被我铸成了试验者。成为这个伟大产品第一批试验者，如果不注射解药，他们将会享受地狱般的折磨，直到24小时后死亡。当然，去仇，这其中就有你的父母。石头，你别管我们，想想那些我无辜的人。对，中了，蛇酒战胜大家。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啊！你们这些禽兽！大人，在死亡面前，大爷什么都不算。我数三声，不出来，他们死。你的阴谋不会这样成的！我是人民警察，为人民而战是我的天职。难道他们就不是人民了吗？是，我们就算拼死也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你以为你救得了他们吗？其实我想，八哥，愚蠢的家伙！就算这几个人逃走了，你们这些人也休想活着！我今天就算死在这里，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杀了他们！
妈的，别过来！这是试验救援剂，杀伤力很大。只要我打碎它，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全部退后，别过来！放下武器投降是你们唯一的选择。给我退回去，听见没有？退回去！ 不然我们同归于尽！妈的！快！！赶快安排人质撤离，快！ 你们以为你们赢了吗？我是没有赢，但是我也不会输。我在这里安装了炸弹，一旦爆炸，整个工业园区都会陷入火海。爆！爆！ 那么多人陪葬，我不亏。我要看你们向你的人民交代！你个混蛋！走，徐子桐，走！尤秀凡，你们俩给我回来！你们俩把他给我押送回局里。不能！大光临线。 把人质护送回医院，其他人立即配合我疏散周边群众，快！马上撤离。
没时间了，我帮你计划路线。这里最近的人工湖只有八分钟的车程，开得快的话应该来得及。按照现在的车速，我不确定来不来得及。你要在爆炸的瞬间扔到高空中，你太聪明了。你不看我试试？你怎么了？脱不下来。怎么可能？大家都可以的。这个伊布拉应该脱了特殊的设计，跑的时候出了汗，就会粘在身上，脱不下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我相信好人会有好报的。
站在这里，牢记使命把爱传递，把柔情放进心里没关系，路在脚下就要走下去。